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。乌鲁木齐八楼，刚下公交车，我们在往这个地铁站的方向走着啊。第一次体验一下新疆的地铁，我去看看里边设施。乌鲁木齐地铁没有多少人，我们现在下去找地方买票。这跟北京的地铁压根不是一个档次，那地方汽车绕的全部靠右边排着站着。你要买票的话是可以点这儿，点一号线。嗯。然后你点这个国际场，你要去哪个站点哪个站行吗？啊，机场。然后去机场点这儿，然后这里选择你的张数。选二，然后这里投钱选。对，然后出票。你的票有点折，我给你整一下。很简单嘛，这个。对，这个是挺简单的。这里出你的票。进去查一下，再查一下是吧？进去刷一下，出来要插进去。这个票是回收的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谢谢啊，单程票。最后一站，车厢里面全是坐飞机的，没有几个人了。前面体验了一下乌鲁木齐这边的地铁，感觉就是人很少很少，坐车的人很少啊。然后上这个电梯呢，这是第二层，一共要上四层。哇，这个终点站呢，国际机场终点站呢，也是乌鲁木齐地铁站最漂亮的一个站。